云南普洱市澜沧县嘅景迈山拥有目前最古老嘅人工栽培古茶林，独特嘅文化景观即将申请列入世界遗产名录。四月天气回暖，飘渺嘅云海下正系古茶飘香嘅景迈山。每当春茶吐露的时节，采茶人都会不辞劳苦行四个几钟头山路，赶在晨雾未散的时候到达山顶采摘乔木古树茶叶。云贵高原是茶的发源地，一千几年前布朗族、傣族等等民族的祖先就在景迈山上驯化并且栽种这万亩的古茶园。这些人工栽培的古茶至今树龄普遍都有几百年，并且和山上的原生古树茶生长在一起，令到这里出产的普洱带有强烈的山野气韵，茶香独特，浓郁而持久，是普洱茶入面的最高境界。无线电视记者王正廷报道。